大家好，又是向左望的时间了。大家好。OK， 未开始之前或者今天都有一单都几意外的一个消息，就是说財爺曾俊華呢就这个心脏病，然后呢就即刻入医院通波仔。他说现在基本上呢他情况良好。突然间想起就是因为那一班我们的给了很多钱让他们的高官其实过几天就要上京，要出席这个十一上了的了，特首上了的了，已经是特首上了。當然其實整班朋友都會講到，就係會不會他因為其實不是很想上，所以突然間咧個心同佢講話我不舒服，一不舒服就心臟病發，結果就真的要做手術通波仔咧。嗱呢件事咧就佢都幾夠運，因為而家你都知道北京為了呢個咁嘅國慶啦嘅所謂60周年的閱兵啊各樣嘢咧，就周時戒嚴啊，即係話咧突然間某一區又唔通車啊。某一區又話唔准人行啊！即係呢啲國慶要搞到丟斗心嚴，即係話咧啲人民咧係因為國慶冇咗行動自由咧，其實都好吊鬼嘅。嗯，啊，即係慶乜鬼啊？得個慶字係嘛？聽講話斬死武警嗰單係同呢啲嘢有關，就封路啊。咁啊，曾俊華真係夠運嗱。如果佢真係個心有事嘅，上到去。仲邊個救佢啊？哥，冇辦法行翻出去嘅，因為嗰個封戒嚴啊嘛。係啊，咁佢咪死得咯。咁所以即係曾俊華都可以講救運啦嚇，無需要即係因為幾十個鐘頭都幾辛苦啊。係啊，即係瞓幾十個鐘頭。五個啊嘛，係咯。係咯，十個鐘頭好辛苦咁樣，所以佢都叫救運啦。如果唔係咧，就枉死成多一個噶啦。你而家北京可能有人真係咁樣啊，因為。封啊嘛，咁你有病咁，你都諗到噶，有病咁點先？同埋你頭先講過就係話最大問題就係因為你知道最近北京唔知有意無意都發生咗一啲事，可能真係一啲可能一啲可能真係挑釁當局嘅事端，或者可能真係純屬意外。咁但係都令到北京當局本身咧都行禁藥圈嗰種心態啊，好驚啊，然之後又要封路啊，可以你話齋，又或者甚至最近都話唔俾買刀啦，咁好多買刀嘅商販都要翻鄉下避一避啊，咁可能遲啲即係可能連一啲所謂危險物品啊、石油氣罐啊依啲咁嘅嘢都唔俾買。咁嗱，作為一個國家嘅生日，咁當然其實大家好開心理所當然，但係其實就算你話本地媒體點樣？自我審查都好，大家都可能都會覺得，咦？點解人哋國慶，我哋國慶，我哋國慶好似咧，好似如臨大敵咁嘅情況？咁係唔係真係我哋可以放一個心出嚟，好愉快地、肯定地覺得啊？依、這個國慶令我哋光明，我真係覺得真係非常之懷疑。咁即係好難講嘅，咁啊，即係對於1949年。中共奪取政權，建立咗中華人民共和國，都唔同人有唔同嘅理解啦。我就認為當年係一次革命嚟嘅，係咪啊？不過而家已經個革命個果實俾人食咗啦。我嗰陣時蘋果訪問我，佢話有乜感覺？我話咪即係共產黨食咗啲果實，屙督屎喺個人民頭上咯，即係一樣一黨專政就係咁嗱。即係你睇翻阿夏兆星。唱歌唱大歌崛起，有人有很強烈的反應，咁好多人就話社民連做嘅，咁我真係老實講，我都唔知佢哋唱歌根本就，你睇到係一方面係中共政府好刻意去安排呢個60周年花甲，即係話咧，其實我哋好穩定㗎啦，即係我哋無論你點睇都好，我哋已經係一個即係。不可推翻的力量，呢個劉乃強講得好清楚嘅啊！你可以唔同意，不過你要承認，即係執政黨就係中國共產黨。如果你承認呢個國家嘅話，你要承認呢個執政黨。咁當然係偷換概念啦。佢執政係點執咧？係喺扼殺人民嘅選舉權之下執政噶嘛？係咪啊？咁嗱，我睇翻就係話，其實大家對於呢個。60周年的國慶的反思非常之微弱啦，香港而家一窩蜂咁樣吹即使好似夏兆星咁樣，佢都要
唱大哥崛起，咁唱大哥崛起，可能佢係由衷嘅，但係阿兆星可能亦都要照顧一下國內嘅市場啦，因為佢有隻新嘅碟會出啦。哦，你睇到呢啲蛛絲馬跡，就係話共產黨係用咗好多不用其極，無所不用其極嘅方法咧，係令到六十週年呢個國慶咧一出好戲咯。嗯，啱你講開一啲，你話。其實可能開始時候好堅持一啲理念啊，咁而家因為某一啲原因，你話突然間對呢個政權好順從，咁啱諗起一個響某院校教嘅教授，咁其實可能邊個啊？就係、是、叫做周全浩教授，咁周全浩教授咪好似神會嘅係嘛？係啦係啦係啦，咁我佢做咩啊佢？咁嗱個古仔好簡單，就係、是、其實。他在六四之前都寫過一篇即文章講關於六四，其實都有很大爭議啦。即我其實來來去去都是那三個論調，譬如話係六四本身西方勢力啊。第二樣嘢就係講到就係話六四本身平定一定要維持中國嗰個發展啊進步啊。咁、第三樣嘢好明顯就係話當然我哋要了解當時嘅政權點解要咁做啊，我哋唔應該怪責當時政權點解用武力鎮壓咁。當然我都會覺得周全浩就寫了一篇咁樣，而家最近有咩搞作？最近啊，最近都冇乜特別搞作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有樣嘢好重要就係、人就好得意啊，即係譬如話可能一個學者做一啲研究，可能我係覺得佢當然其實係唔係批判性咁，見仁見智啦。好老實講，咁但係咦點解好多人都有一種咁嘅幻想，或者有一種咁嘅迷思，就係、是、咦點解一個讀咁飽讀詩書，擁有一個博士學位，甚至一間院校教一個嘅教授，點解你面對一個政權嘅時候，你突然間好似失智咧？即係無論係是非黑白嗰樣嘢。周全豪算乜嘢啊？你好似海德格一個即係德國哲學現代哲學嘅。登峰造極係嘛？即係現象學嘅泰斗，咪一樣寫書支持希特拉，係咪？即係啲周全浩嗰啲濕碎啦，係咪？即係不少學者都係即係抵唔住呢一個你佢未必係為利益，佢自己對於呢、這個。強權看不到出路，他就合理化的強權的、这個就是黑格爾說的凡存在一定合理，恩格斯就說凡存在必定合理，但是反對現在存在的東西都存在的嘛，所以一合理的嘛。OK， 好啦、啊，但是我覺得譬如說可能一陣下節還怎都講開建國六十年後這個禮拜星期四都是十一啦，咁或者下一節再講多少少關於一啲國慶，我哋見到一啲現象。其中一樣嘢就係啱最近有出戲，有啲報道就係話學生焗住要睇個戲，係啦係啦。咁究竟係咩回事咧？咁或者一陣間我都分享一下一啲，譬如話喺小學國民教育嘅一啲觀察，一陣間見。